女星徐瑞芝曾在2018年与演员金正贤有过一段恋情。今日她被爆料当时干预男方不准与女演员有肢体接触，公主病的性格也一起被曝光。之后她还被频频爆出过去各种在网络上的校园霸凌、造假学历、拍戏时违规驾驶、陷害男星金财玉一起出车祸等黑料，引发各界哗然。随着舆论对徐瑞芝的炮火越来越猛烈，韩媒近日也透露她将辞演原定由她与金南吉和车银优主演的电视剧 Island。 对此 Island 方面对外回应表示，目前还没有决定，作品的拍摄以及播出的时间也都还没有定下来。此外，也有制作公司的相关人士透露 ，Island 在济州岛拍摄的戏份原先预计于6月开拍，但目前则尚在调整中。